因为我觉得就是难得有机会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也让我们知道说他们具体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不然平常要去捐助都担心这东西有没有到然后真正需要人的手上。对，那尤其是公司有主办的活动，就让我们更有信心，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发挥一些爱心。我个人心里会觉得啦，东西不用才就是浪费。但如果有人愿意去用它，其实对他来讲是很好的事情。书有些是自己买的，那有些是其他地方传承过来的。既然都是传承过来的，我觉得要把这个再传承出去，让其他的小朋友也可以收到。所以我们这次才会跟 iGoods 合作，可以让我们的同仁用他们自己原本的资源就可以直接来运用。家里的小朋友已经用完了童书，那这个部分他其实上就可以直接捐给有需要的人，他也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然后也希望让那个台达传爱这样的一个让爱亮起来的活动可以年年都可以有延续。如果我们能够将更多的爱心、更多的一些的关怀回馈到我们的周遭的朋友之中，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爱，那我想 Smarter Greener Together 这样的一个价值、这样的核心嘛，会变得更有意义。捧着这个所有全体员工所捐赠的一些物资，我想再忙的时间也应该拨冗去参与，我想更何况的是，这些都是承载着大家的祝福。